咱俩把行李箱收了收了，把不用的先放着，再还得回来。那天在别人上学，当然是不是一个大件儿？是不是我一个箱子？是不是你一个件儿？他运。对。他点的时候就放着。你买的衣裳，你对对带着放着好，反正咱是回来。对，你可以放在这边，没有问题。是不是？放到车上，或者他的车上都行。放他车上就行。放。